处长，特遣队不回电，为什么不回电？继续联系，已经联系多次了，一直联系不上，失踪了，有情况，继续联系，是。 我是大日本皇军第16军团司令冈村一郎，据我的提议，已经过去了12个小时，桂军必须尽快决定，你们的特遣队必须尽快离开敏感地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他奶奶的，冈村这家伙还挺得意的呢。队长，怎么办？天黑之后，必须靠近山洞。 还有10个小时。特遣队联系上面。没有。报告，鬼子的大部队正向我军后方移动。好狡猾的冈村，他等来了支援部队。 对我们前后夹击，想包我们的饺子。司令，丢了冈村这块放到嘴边的肥肉，真有些可惜啊。
8个小时之后，战场的主动权就在我的手上。 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，走，队长。 离最后起雪还有多久？还有7个半小时。队长，那我们为什么不靠近山里，还在这耽搁时间呢？第一，鬼子防守严密，就我们几个人冲不过去。第二，即使我们调动大部队冲进了山洞，也会惊扰鬼子，鬼子有可能会狗急跳墙，引爆细菌弹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 你必须找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办法。要销毁细菌弹，还要万无一失。队长，这打不得，冲不得，这不要憋死我们呀！别说话，快动动脑子。哎，咱把山洞给炸掉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如果操作控制不当，万一引爆细菌弹。 6个半小时，继续跟特警队联系。啊，是。 走。哎，好的。来，是。队长，队长。这个山洞，我向村民们打听过，是一个很大的山洞，可以住进一个营队。如果吃的准备充足，可以坚持数月。我们要是能混进去。 或许能找到办法。这个肯定不行，鬼子查得太严了。队长，我们已经勘察过这个山洞，它只有一个洞口。要是能把这个洞口堵死，把细菌弹都封闭在洞里的话，那不就行了？可我们到不了洞口，怎么封啊？那么大的一个洞口，即使到了洞口，要多少人和多少东西才能堵住啊？不行不行，即使堵住了洞口，鬼子那么多人。
再把它捅开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不是瞎折腾吗？队长，你说怎么办？队长，你说话呀！队长，快说呀！艾丽，你是行家，你说说，这个地方是不是砂岩地质地貌？是。砂岩地质地貌什么特点？比较松脆，容易风化，风化之后形成砂石和泥土，所以这里的山都混杂或覆盖着厚厚的泥土，如果受到震动或者大量雨水的冲击，容易造成塌方，山体滑坡，形成泥石流，造成自然灾害。事实上，这里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，我向当地的百姓打听过，他们都这样说。所以这一带的山洞比较少，因为山洞容易垮塌，容易被封堵。我想了一个办法，鬼子利用的这个山洞在悬崖绝壁的下面，而它的上面是松脆的砂岩泥土，如果我们制造一次巨大的塌方形成山体滑坡，轰，你想想那会是什么效果？在洞口上方绝壁的顶上，只要有足够的炸药。我明白了，这炸药爆炸，绝壁塌方，就会有大量的土石滑下，这样就会形成山体滑坡，瞬间就可以把下面的洞口堵死，对吧？嗯，对，你们都很聪明。这座山将成为鬼子的一个巨大的坟墓，就这样定了。艾丽，你说要足够的炸药，我们有吗？我们手上的不足。发报，寻求支援。不行，不能发报，那样容易暴露。我观察过，就在洞口的上方悬崖顶上有一个炮兵阵营，肯定有炮弹储存。如果我们拿到这些炮弹和炸药凑在一起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应该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，万一失手可就糟了。这么大的行动太冒险了，要不向上峰报告一下？不能发报，立即行动。是。还有五个小时。报告，特遣队仍然联系不上。哎，怎么搞的？这几个笨蛋，为什么不联系呢？真的绝望了？我倒是认为，他们不跟我们联系，就是怕暴露自己。这正好说明他们还有希望，正在努力。再坚持一下，再过一个小时，如果还联系不上，就执行第二方案。真的要撤退？对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我们要对数千名抗日将士的生命负责，对南平地区几十万民众负责，要对抗战的大局负责。参谋长。命令各参战部队做好两手准备，随时发起总攻或者全线撤退。是。
不行，鬼子太多了，走，到那里看看。 队长，鬼子防备太严，冲过去吧。不行，不能过早的暴露目标。那怎么办？我们给他来个声东击西，走到白云观去。 艾丽，发报。队长，你不是怕暴露吗？哼，这就是要告诉岗村，告诉他我们要袭击白云观。是，队长。 跟踪侦察到特殊电波，在什么位置？在白云观门口一带。是特遣队，调动附近兵力，全力围歼。反！特遣队又露面了，难道？ 看清了，是特遣队吗？看清了，
是特遣队，他们被包围了。好，他们上当了。他们退到了偏殿顽抗，要不把偏殿给炸了。不，不，慢慢的包围，不要强攻。抓活的，至少要抓一个活口，最好是那个队长令洛丹。哎，你们被包围了，快投降吧！这
司令，还没有发现特遣队的踪迹。算了，不需要了。再有三个小时，我们的援军就到。命令，全体部队抓紧时间睡觉休息。三个小时后，发起全面反攻。嗨。
上就到。喂，喂。 冈村将军，你还认识我们吗？当然认识，女子特遣队，老朋友了，老对手了。嗯，冈村将军，你输了。 你说什么？我输了，你们赢了，啊？不！哎呀！ 哎呀，令队长，你我之间没有你家，我们一起享受鼠疫霍乱，享受细菌病毒的吞噬，享受天堂的美妙，这真是。 太有趣了，太有趣了！冈村将军，实话告诉你，你山洞里的细菌弹已经失灵了，一次巨大的山体滑坡已经把洞口封得严严实实，那里现在已经成了恶魔们的坟墓。 山体滑坡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墓碑是天意，你说对了，这就是天意。 Whoa!
那兵长又回到我们手里了。啊，是的，我们又回来了。队长，队长，梅处长让我们马上去他那一趟。什么事？我哪知道，那个梅处长一个都不让人消停。 李队长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再见。于队长，保重。